Friday 音乐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晨，欢迎今天的大来宾是炎亚纶。Friday 音乐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亚纶。我看我们这个单元不随便录影哦。什么意思？就只有大咖我们才开哦。OK。上一个是谁？上一个是安心亚九一刘以豪。都是真的是超人气的代表，真的耶！就为了炎亚纶，我们这个单元就随时会开录这样，因为我们没有固定播出，真的假的？真的啊，真的啊，就是很 free 这样。对，就是那些人是我们心中的代表性的音乐人，我们才会邀请他来。音乐人，因为这是炎亚纶，就是晋升到一个算是有点资深音乐人的程度。资深音乐，因为这是跟以前的感觉很不一样哎。好，这是。很开心把这三个字放我身上，对，就是我自己也从来没想过，因为我也是想说这样讲你才会开心。好了，先不闹，我先送你啊。好，谢谢。我是原始人。这次的专辑完全没有任何一张你的照片，对不对？只有词本里面的最后面。对，为什么是这个概念？我希望它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因为现在太多单曲单曲式的。那我觉得音乐专辑还是要有一个统整性的概念，它比较能表达创作人自己想要说的东西。嗯，对啊，所以你刚刚说音乐人，我真的是这一张我才觉得我自己对得起歌手这个身份。以前有写过曲吗？没有。你突然有一天发现你自己会写曲吗？没有，突然有一天就是认真的想要思考一次，然后认真的把我自己心里脑海中跑出来的东西记录下来。以前觉得这些灵感撑不上台面，搬不上台面。后来就觉得就把它录下来吧，反正不一定哪一个段落适合，或是哪一首歌适合，或是把它放在不同的编曲当中，它会有不同的风格。对，是这样开始。然后这一次其实总共有六首歌，然后几乎全部都是你写的。全部都是这难度很高哎，还是本来其实是要写十首，然后算六首好了没了。我已经写快30首了啊！可是目前在不管是歌词的或是 MV 看到 ，MV 也没露脸，那全部都是动画吗？嗯，动画其实可能更贵，对不对？动画贵，对不对？对，动画比露脸还贵。我也有加盟索尼，他们会有一个就是签约金啊。搞错了、啊！我好像第一张就把期望值给花光了，那怎么办？怎么办？就再赚哦，再去跪老板，哎、欸，索尼现在感觉蛮爱花钱的，哎，蛮有钱可以花。对。所以目前在网络上大家先听到的是摩登原始人的 MV 嘛？对。那下一支呢？是跟 Julia 的不安时的那个会，这个就有露脸了吧？有 ，OK， 因为他们说还是露一下脸吧，但是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是比较科技感。而且听到跟 Julia 合唱蛮惊喜的、欸，就是没想到你们会一起唱，因为感觉他跟你的音乐路不是同个路线。对，其实我是拿着 demo， 就是靠着自己的关系去接触他的。对，紧张吗？很紧张啊，因为大家对我的印象大概都是唱的抒情歌，不知道自己写出来的歌会怎么样，然后我又是第一次写。很多人会觉得这应该很创作，但好险，我觉得我跟我这些伙伴灵感蛮充足、蛮充沛的。所以 Julia 一听完就立刻答应，他说他很喜欢这个风格。哇，我没有想过我会写成歌，而是把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身体可以跟着动的歌把它写出来。OK， 啊，所以曲风上面就比较多变。那它可以堪称你出道以来最爱的一张音乐作品吗？没有。出专辑这么紧张，除了第一次单飞之外，再来就是他了。其他我有时候我坦白说，中间有一段觉得我在演唱什么这样，因为那个东西不是我的，虽然词曲其实都还蛮好。你说我在唱什么？我在唱什么写的？反正中国间经过那么多，可能真的是固定发行的专辑，到现在就知道哦，这样真的会紧张。有些有肉。好，那因为现在刚好是2020年的最后一两天了，那你觉得2021年有什么新的展望或是期待？当然期待，疫情会好啦，但是眼看就是很快。所以在悲观之下，我们也要找到自己，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开心。比方说我们真的花很多时间，可以多陪家人，然后我们也更常见面。对，以前可能一年半年见不到。对，朋友也多。也常聚了，然后跟宠物也可以常聚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应该可以给很多在台湾待着的朋友做灵感，因为我对这种认真相处，你才有可能会想出东西，就是多了很多时间跟让自己好好想一下。对，不然平常可能就飞来飞去，然后汲汲营营的想要追求一些金钱或者名利这样，有时候那些东西会麻烦自己。对。好，所以呢，既然多了那么多时间可以跟自己相处，我们今天就要来玩一个，就是看你的反应有没有变快的游戏。好，怎样？没有，因为你的游戏通常都还蛮难的。没有没有，这游戏不是我设计的，蛮简单的。好，好，我们现在玩的游戏呢，就是谁是音乐新火种。那因为现在养的是小火种之人嘛，对不 对, 对？然后这个执行带呢，就是真的是 Fred 音乐特别为我们设计的。今天获得这个游戏的冠军呢，就可以把这个执行带带走哦。好，好棒啊！好哦，难怪你刚刚录影前说希望我赢，就是这样，你就可以带这个 size 你套得下去吗？我套不下，我只是我不炫耀，我不是穿不下，不是因为穿不下，对。好，这个游戏呢，就是我们是开放的小范围，就是说轮流唱出歌词或歌名有火，或是 fire， 或是有火的部首的歌词就可以了。它的 range 大到，例如说五六的无所谓的五也是火部这样。这么细啊？对，就是只要你讲得过广义的，对，好，那我先好了。好啊，好，那第一首就是火是我的造型，张惠妹的歌。OK OK， 有点难懂。好，那我唱一个很老的。好，燃烧吧，燃烧吧，火鸟，燃烧吧，燃烧吧，火鸟，可以吧？好，可以。那如果歌手是有火的，也可以吗？啊啊啊啊啊！动力火，这样也可以火啊！那我的歌唱不完哎，换你。火烧的寂寞，冷冻的承诺。哇，你歌库很多哎，有还可以。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煎熬，煎熬是火部，伤都一起伤。让大火不停烧。这张专辑里面的新歌《火种之人》。好，那就无所谓的是非。这个太哇塞。燃烧，想象不到痛还在燃烧，因为火早已失控了。哒哒哒哒哒。那个孙楠。哦、好，那可以淘汰我了吗？这么快啊！我想到你再一个，我想到个歌名，可是因为我没有很想要。我突然，我想到歌名，可是我突然唱不出来。是 FIR 好像有一首《星火》。星火燃烧过才懂梦是什么。好啦，可以啊，可以可以。等一下，等一下，不行，我才不要那个条。来吧，你了。那个林俊杰的豆浆油条有没有烧饼啊？没有在里面。我知道你和我就是豆浆，没有烧饼是不是？要用心失去，味道才会是最好。没有烧饼，没有。没有烧饼，不好意思。我知道我在唱我自己的歌，因为我还有三次嘛。对。到土星露宿好了啦。天亮前登陆，脚印在土星某处。是有点荒芜，这不算华丽的寒舍。好，我放弃了，恭喜。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怎么了？你要再加油一下啦。没有没有，我想不到了。那我们现在就是正式会把这个音乐新火种颁发给炎亚纶，恭喜你获得我们的执行官的这个高崇高的地位。要自己套，要自己套上去。完全也没有颁奖乐的，对。他们会后置。噔噔噔噔。我来酒，今天穿这个裤子，其实蛮适合的，搭哎，蛮适合立正时候洗的，军人。好，那你就麻烦你在这个音乐生活中再次帮我们推荐一下你的新专辑已经发行喽。好，嗨，各位 Friday Music， 是的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可以上关晓雯的节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音乐节目要找他，因为我是音乐人啊。OK OK OK， 我也在放话，我2021会发单曲哦。2021三月份我会发单曲。真的假的 ？Friday Music 会帮我放在。是 rap 类吗？没有，是真的会有一首单曲。你们要直接帮他放在最第一首就对了。Yes， 他们有答应我这件事。天哪，这平台。所以你要避开吧，我怕我们会有。那再次帮我们推荐一下。
好，这次是我自己全创作的专辑，叫做《摩登原始人》。摩登原始人在讲就是现在高科技的世界啊，不管是5G 啊，或者是 AI 啊，是都让大家很依赖科技。但其实我们的思想跟文明应该是要跟着进步的。对。但是事实上好像没有。很多人现在越来越欠缺耐性，然后思考的逻辑跟审美的角度也都过于一致。其实我们应该更多元的去包容，就像海纳百川的 Friday Music， 音乐风格都要去帮忙，就是要去扩散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各种不同的人的个性也应该是这样。所以这张专辑其实有六首歌，然后有六种不同的风格，有 Latin House 啦，有北欧的 EDM 啦。有 alternative 那个 synth rock 啦，就是火种之人，还有 chill trap 像辽宁这种比较 chill 的东西，这些都是我2018年到现在创作的自己很宝贝的歌曲。然后终于找到一间唱片公司愿意出这个曲子，对，而且还是索尼，对，很用心，很开心。然后我其实真的是带着 demo 去跟索尼的老板开会的，然后我反正也是很害怕，就跟找山妮老师一样，对，跟找 Julia 一样，因为毕竟我从一个偶像歌手聊到变成真的全创作，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怎么可能？对，会有一些小偏见。对，但希望大家可以放下这些滤镜，然后真的去看我的歌跟听我的歌。就大家就不要想象这是杨雅伦的专辑，就是不是我要说，就是也不要有一些期待，就因为以前大家可能对你的歌可能有他的既定印象，可是大家就先上去听听看，你会得到一些新的惊喜。Yes， 好，谢谢杨雅伦，谢谢。那如果说你们喜欢这支影片，请大家订阅 Friday Music 的频道，还有开启小铃铛。谢谢，蛮适合的，好像也可以啦，也可以，不错，而且真的套得进去，本来就套。好了，好，拜拜。